走的时候，他铁给我们带走。啊，对，你小心好了，干嘛？走了，走的时候他铁给我们带走。我连人都带走了，抢抢亲了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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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看车，注意车，注意车。朋友们，我终于离开了西藏，这是西藏的北大门，现在正式进入了青海境内。昨天晚上在距离雁石平还有20公里的老温泉道班露的营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之后，在雁石平采购了一些蔬菜、牛肉、鸡蛋还有水，然后我去和王温暖、杨美丽还有燕姐他们去汇合，现在已经进入唐古拉山镇了，就是前边没有多远就到普陀河了。这次的西藏之旅真的是草草结束，不过也算留下了一个记忆深刻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记忆吧，就在这里呢。来的这次我记录了一下我有多倒霉，然后买的是白菜、空心菜、油麦菜、苦瓜、鸡蛋、牛肉，还有一些买了一二三，买6桶水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像配菜什么的，买了点儿。估计我要在109国道上住够7天，然后把我的行程码变成青海的码之后，有可能往玉树那边走吧。下一步往玉树那边去。他们没看着我呢，还没发现我呢。前面一个拉的，后边推，前面拉好像是个男的。美丽，女神！哎妈呀！哎呀，温暖呀！你跑干嘛呀？我想你了。你想我，想美丽了。啊，我你俩都想了。你说你说这我就已经出来了 啊！我买了好多菜呢，买了很多菜啊。嗯，我们要还有8公里，还有8公里啊，8公里，对对对。要不你开车我去拉去吧，我想试试。你先走，他们在前面扎营了，已经扎营了。姐姐在前面，我在前面等你啊。朋友来了哈，哎呀，孤独老狼，好家伙，孤独老狼又增加了，我都好几天没看着了。等会儿，站着，干嘛？快点。先抱吧，哎呀，好近呐，太棒了。那行，我上前面等你。前面你看到没车？我跟你说我多好，昨天你直播说，哎呀，我喜欢吃干果，没有别的，我还有瓜子，买好几袋。我有瓜子。你给美丽买瓜子了？对呀。你给美丽买物资了呀？我有牛肉。这么好嘞？还有牛肉。你给我买鸭子没有？我都出来了，他才告诉我。要不鸭子还剩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行，我，哎，要不先吃点雪糕吧。雪糕。哎呀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补给啊。对，来，你给那个谁拿一个？啥味道的？就这一样的，没买的多。你咋不说我买点口味啊？牛腩买了。哎呀，能买着就不错了。你现在你知足吧。放了呢，冰箱。第三次给我吃了个雪糕，我带你们来了9天，你知道吗？怪我了，下回这事儿我负责。我能让你一年都不来。没事，我不怕。我跟你讲，那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你先走吧。你先走，还有8公里，我们大概9点钟到。那个他们在8公里前，那就8公里，你看吧，燕姐的房子停到旁边的。要不把车扔这，我帮你推吧。不，我们有人帮我们推。好，去吧。刚刚我在问老了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估计我到那个哪儿，我到那你给我发定位，我一看半个小时，我说差不多，你们差不多再往前走了2公里，也是这距离。那杨美丽说，等老兰走的时候，他铁给我们带走。啊，对，你小心老兰，干嘛？走了，走的时候他铁给我们带走。啊！我连人都带走了。
抢抢亲呢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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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车，注意车，注意车。看着我都不欢迎我一下。来来，先抱一下来。哎呦，别摔了！我看着他们了。哎，把菜拿下来，把菜拿下来。你不是要水吗？我那边我跟你说啥也买不着了。我们没有矿泉水，用的水才多嘞。这老自动锁呢。这儿，来，水往下拿。看我买了多少水。怕你不够喝呀、啊？往下提吧。好多呀。这个老狼来的就是好。必须的。有水了。有你狼哥在，绝对没意外。啊？还干啥好吃的？鱿鱼丝你吃吗？我嘞个乖乖，那么多。叶子菜吗？对。那边是青菜。青菜，还有个大西瓜，鸡蛋200。现在已经到了这会师了，跟我燕姐会师了。现在这营地是比较热闹，一房车，一三轮，一面包，那边一摩托车，加我这一个自驾，那边还有俩徒步的，这是真热闹。这人我感觉越整越多了，这不是来他们不是来徒步的，这是来。来聚会的，这是啊，对呀、啊。现在充电了吗？他说你不好犯病啊。走起来，我看一下吧。我感觉你应该是控制器那个线断了。哎呦，你这个闸是干嘛的？哪个？这个闸呀，这个呀。不知道。啊，这也没啥用。我操，你这男的挺复杂，还有继电器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是，我就觉得那儿那个跟这儿没关系，这没关系吗？这没关系。线烧断了。你这个 MTTP 这个就是这点，你是把这三块板串个堆儿了，然后这电压得到多少伏？他妈是整不好要电人呢。我没吓你，这烧断了。来，你看这烧的，姐姐，看，他虚了就烧呗，因为他这种吧，MTTP 的吧，他是把这些板串联了，串联之后电压特别高，虚接一点它就容易烧，就烧成这样。哦，断了。那咋整？接上呗。以后你注意，燕姐，踩他们把你踩这边没事儿。对，我是。别往中间，你这中间是他。你之前拿的时候，你中间垫点东西好了，那种那个硬一点的泡沫，跟它一边高，垫在底下。那时候没垫。垫上点好。好了。不懂啊，那个时候刚垫的啊。有电吗？没电啊。没电。没电，没电，没电，没电。你看那块，就是你的位置头顶，你坐的位置。我这个热水管还有一块，正好能给它搁上。位置，不是跟电源二，不能把电源二拿上来。妹妹，我帮你拿着。不用，这样就可以。你看它的工具很齐的，对，工具很齐的。现在这个是多少？6668的地方啊、哦，几几六八？6668对。68，我前面还有俩。66，本来说666七停嘛。不要胡说八道。又掉下去。没事。那个没事。对，附近有狼，肯定是有狼。哦，狼啊，狼哥，老狼啊！狼来了，冉姐，冉姐，狼来了。狼这不就一个吗？他的名字叫老狼，好像是刚认识的。老狼工具区群，对。欢迎新进直播间，你们家门点点赞，没有给燕子点关注。这个好，这玩意儿还防水。点点赞，点点赞。点关注主播是一人一车自驾游的，你少说一句吧，还一人一车呢。先固定一下，省得出问题。
好了，现在充电了，哎，现在还2.29安充电，可以啊，不错，功率也不小，充上了，显示充电了，哇，现在还有100多瓦充电呢，可以啊，这个时候的光照还有100多瓦充电呢，充电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看这家伙，这雨布一打开里边的菜还这还有这么多菜呢。我差点就买几个洋葱了，洋葱幸亏没买，土豆没买，就买点叶子菜。捡了多少铁，铁呢？看看捡了多少铁，我今天还捡个大轮。哎呦我的妈呀。这油钱出来了。看这点全是铁，闲的。他比你闲到。看我多好，我都走出来接你们来了。对了，跟不上他的步伐，这狗使劲拽呀！我准备徒步了，以后做徒步主播了。这平安看着营地了，地难往回跑，我跟不上他，他使劲抻，累坏了，这狗得劲儿抓夹鸡腿呀。来把这包子，看这包子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包子太多了。雨过天晴了。你说知道我来了，看我对我多好，肉今天做下火锅，吃红锅吧，锅边都弄上了，切丝，白菜，那个油麦菜，哎，你啥呢？那个那碟还有那空心菜呢，空心菜，在那碟呢，鸡蛋碟呢，啊，他们说了，我要不干活，不让我吃饭，我就拍蒜吧，我当个拍蒜队的队长，老蓝，哎。你想不想酸菜炖粉条？炖的。我当我没带粉啊。东北的粉条，东北的酸菜。来，给我切一半。那就炖吧。就是顺给我点蒜末，其他的你等一下凉拌菜用。你现在要啥？把它切两半啊。这样是火锅底要切两半。好了，有味儿了。好。谢谢。大葱拍一下，大葱拍一下。你要不要？好，放多少呀？放一半。好，扔在锅里面。好。你看，是不是味道淡了？此时此刻，我想问一下王文暖跟杨美丽两位女士，你们的初心呢？是减肥，不是为了吃好吃的吗？啊，对。减肥了，减肥为了吃更好的，现在咱直接吃就不减了。减肥容易，所以以后咱们减肥了。好吧，我车上有两块铁，到时候你捡下来。哦吼，我感觉还不如站着吃呢。就是这个字，我杯子太湿了。到这儿吧，我先这俩开火锅店。啊，投资，我去感触就行了，你投资。来，我说的就是没有店，只有火锅。你觉得还不辣呀？不怎么辣呀。火锅不辣，火锅不辣。